真的很好听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去 Q 音乐过，就是说评论评论，下载下载，好吧？啊，谢谢星星送的烟火，我今天发新歌了，大家就是说，都来庆祝，支持小峰，永远爱你。真不错，真不错，去给我抖音点个赞吧。小峰有没有什么那种应援口号啊？没有。小峰，小峰，你有没有应援口号？我现在是男明星了，看你。我没有应援口号。小峰，小张，天天开张。我睡了。小峰，小峰，永远最疯。为啥推荐？为啥是？评论999，真的假的 ？QQ 音乐在哪儿？这儿。我不信。失心病，你看，说半仍然六百条。小峰，小峰，谁与争锋？小峰，小峰，谁与争锋？怎么样？酷狗有，酷狗有。怎么样？好。小峰，小峰，什么争锋？谁与争锋？姐夫好了，姐夫你胖了很多。是的，是的，真胖了，减肥了。啊，哪里胖了？没胖，胖了，减肥，减肥，减肥。啊什么？确实胖了。他真的很能吃，兄弟。这两天吃太多了，他真的很能吃，他一吃他停不下来，主要是。我不能开口，我只要嘴巴一张，我停不下来啊。但是我忍就能忍住。你自己等会儿看吧，我吃两口这个西瓜，过一个小时吧，这个西瓜就没了，就他自己就吃没了。过两天那个风回娘家之后，我一个人在家里就。这都啥时候的事了？兄弟们，快去给陈琳点点赞，真的很好笑，这还有李长的。自动美颜了还大家去给我第一条作品点点赞吧，我的新歌，我今天发新歌了，我希望大家就是帮我支持一下，点个赞，评论一下，转发一下，谢谢大家了。很可怜，我真的很可怜。我100斤，但是这两天没称过，我感觉这两天胖了。想封号了又。哎，得不能这样，早晚得分，就不。昨晚的嘉年华，哎呀，今天也是很想要。我躲后面显得我脸小一点啊。哎，你看超话里面。王你怎么不开磨皮啊？开了。我的胡子都没磨掉，我胡子在这儿。磨皮都40了，还要磨，再磨五官都没有。我的胡子都长这么粗了。你说。说什么？咱们那个吧。咱们哪个？咱们微博的50问，现在直播来看，好吧？去拿那个。咱们不是要拍视频吗？我们先看一下。咱直播说的话，咱们拍视频就没有人点赞了。拍视频再说吧。拍视频就没人赞了。谁要拍视频这么无聊的东西？你不拍50问？50问直播说呀。直播说合适。
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，再往下找找。我都陪你。那个小号涨粉好快啊，比我涨粉都快。看来他不在屋陪我，他有啲事出咗去。哎呀，放这里是不是？五十万，来五十万，第一个问题，谁经常放屁？你说吧，谁经常放屁？我。对，是他，他因为他就是说每天可能就是五十多个屁。没有五十多个屁，可能还不止。没有，就是我知道的都有好几十个了。你不要污蔑我。那如果我不知道的呢？那我不知道的，你岂不是偷偷在那儿放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屁？啊！给我留个面子。这就是真相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。小峰做饭好吃吗？嗯。小峰做饭好吃吗？小峰做饭好吃的。什么菜最好吃？什么菜最好吃？那个可乐鸡翅最好吃。第三个问题，实现了放屁自由之后，还有什么自由想实现？还有什么自由想实现？就是那个睡觉，就是睡觉，希望有睡觉自由。睡觉自由是？就是你每天都在那边挤我，把我往那个床边挤，然后吧。我就睡觉只能这样缩着身子，然后就挤着、哦、你的意思就是说睡觉自由就是两个人分开睡、就是、不是分开，就是说你把我挤到边上的时候，我可以砰砰把你打醒，把你推过去，给我让点位置。我现在还不敢把你推过去，我现在只能一个人在这里缩着忍受。兄弟们，他很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睡觉我很冷，他把我的被子卷过去。我真的。然后他身上就很烫，我就想要抱着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卷过去抱着他，结果他就越抱着他吧，他就越往那边。我很怕热，我真的晚上的时候我一身汗，我们开26度，我真的受不了，真的太热了。我很冷啊。第四个问题，以后可以经常更新日常吗？我这个日常呢是我教风用的，风之前呢都不知道发日常，他不知道日常是个什么东西。他们的日常是日常视频。就日常其实一天可以发很多条，就是你拉屎放屁就随便发，不影响你账号流量。然后你作品呢，就是正儿八经剪辑出来的作品，这是分开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后会经常发的。第五个问题。第五个问题。谁最喜欢吃醋？谁最喜欢吃醋？小峰吧。我觉得是你。小峰比较爱吃醋。我觉得是你比较爱吃醋。我至少说我在路上看见一个帅哥，我多、多看两眼，你都想打我。就这样。那我抖音都不能刷到，就是他推荐给我的，我直接划走了，你都会生气。我从来不会，好吧？真的会。恋爱前到现在中了还是轻了？中了。我也可以估计也中。啊，第七个问题，在认识对方之前空窗期了多久？这个我很想。来吧。两个月吧。你呢？无缝衔接，你在无缝衔接。你呢？我怎么叫无缝衔接？两个月都已经 emo 了，能 emo？ 无缝衔接，别说了，无缝衔接，扎心了。我输了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是我输了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是我输了。我们能在一起多久才是最重要的？谁的前任最多？最久的前任是几年？你上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呢。我上一个问题就是我空窗期多久了，是吧？对啊，两年吗？一年。一年几个月？几个月？七八个月吧，六七个月吧。嗯，那中间有没有聊过的人啊？有啊，发展的，但没有在一起。有没有线下你就是见了面之后不合适的？没有，就纯网恋。对，然后都失败了。聊天，但是没有在一起，就连在一起都没有。啊，谁的前任最多？最久的前任是几年？谁的前任最多？这个我想说一下，他的前任最多，他的前任可估计数不清了。在一起最久的是几年？我在一起最久的是两年，两年半。
最喜欢对方身上哪些优点，要举三个例子。举不出来啊。哼，好一个举不出来，快点。完了，兄弟们，完了，快点。嗯，说，你大家都觉得我渣了吧？让你举三个例子，哪里举？举什么三个例子啊？就是说最喜欢对方哪三个优点？哪三个优点？第一个优点就是你长得好看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优点就是，第二个优点是什么？这根本一时半会想不起来，因为你喜欢的是一个人，是他的一个整体，你非要把这个整体剖出来某个点，然后硬去说哪一点哪一点，你真的很难说出来的。嗯，因为你真的喜欢的就是，你喜欢的就是一个人，就是这一个完整的人，他的所有 everything， 扎满语录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些风都知道啊，这些都早就跟风交代过了。希望对方改掉什么缺点？希望风改掉睡觉挤我的缺点。我希望你改掉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很烦人的那个优点是，就是很烦人的那个是叫什么？让你。完美是不是？啊，改掉自恋的那个。我不自恋，宝宝，我自卑。自恋，我自卑。自恋。我跟你讲，自恋，自恋，自恋是嘴上自恋，内心是自卑的，知道吧？你别吃了。只有嘴上就是。别吃了。内心自卑的人，嘴上才会自恋。你别吃了。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。不吃了。最后。相信我。我真的。相信我，真的最后一口。你别吃了，糖分。你真的不喜欢猪是吧？糖分很高。你真的不喜欢胖子是吧？我觉得糖分很高而已。好了，你别吃了。好，不吃了，结束了。嗯，哎呀，有些东西就是不能在直播间问了。那个初恋不对，姐夫的脚是真的臭吗？不臭，姐夫脚不臭。我的脚不臭，风的脚。你说。风的脚。你说。风的脚也不臭，风的脚很香。风的脚跟这个香水是一个味道。谁的酒量更好？喝醉了谁照顾？这无疑是100%是小峰的酒量最好。谢谢大家。小峰的酒量可以说是就是那种吗？能一打十的那种。对呀、啊，上了灯牌啊，兄弟们。上了灯牌啊！打啥分？咱们劝分怎么办？不可能分，别带节奏啊！分不了的，分不了的，风都知道。恋爱的前提呢，就是坦诚。你说一些谎话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对吧？我跟小峰说的都是真话，小峰了解我的一切。兄弟们，大家去给我的最新视频点点赞吧！我的新歌已经失心病，失心病，失心病，失心病。大家去给我的作品点点赞，让我上上热门吧！求求大家了，感觉上不了热门。上不了热门怎么办？上不了热门，买流量，让公司买独家，刷。就这个视频，我教大家一下。不信呢？说我，说我，说我，骂人的，就是说的都是我，太自恋了吧？就是这个视频，兄弟们，失心病，大家就是刷到了点个赞，然后转发一下，就是保存到相册或者是转发都可以，然后评论一下。Thank you.
听我的歌发的热度都好高啊。你瞧的呢？你只是拥有的你，想要靠近，只怪我动了心，动了心，没保持安全距离。93。真把人唱哭了，也是我的错，也是我的错，我把人唱哭了，把人唱哭了。太紧张了。哎呀，谢谢贝贝家送的生蚝啊，谢谢贝贝家送的生蚝。我到现在都看不见这个东西，为什么？我上次嚟好似都唔见咗嗰张相架。为什么看不见？最近有位死者家属提供俾我哋嘅，咁方又有其他相嘅，不如拣两张我印俾你，你阿妈睇到。你也看不到，我也没看到。看不到加一。怎么会看不到作品呢？这条真的有问题。谢谢嘟嘟。我输了那个呗，我输了发朋友圈呗。发朋友圈？你朋友圈能几个人？我没来得及，我真没来得及。对啊，你没有，我打开朋友圈一看，都是你的新歌。那你现在就是说你输了，你给我发。把那个我的音频，然后你录一个你的上去，配我的歌，发抖音。我最近没有作品啊。别装了，别装了。我最近真没有。你这样，不让你发作品，你发那个日常，你就哭，你哭着发一个日常，然后发作品，像他们一样，我给你看一下流程，给你看一下流程，就是说。我还没来得及听呢，你发这个被这种看热度都可高，这不成语吗？啊，对，就发这种，然后李桃的，哎呀，这李桃。你输了你就给我发这个。哭给我哭 emo， 然后发这个，然后带一个实时一个话题，可以吧？哎呀，可以吗？好行，那哥，你输了干嘛呀？你说吧。你输了，那你对着姐夫深情唱这首歌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你俩离得很近啊，你俩可以像这样离得很近，你深情唱给他唱。行，可以。啊，行。来，兄弟。谢谢送的小心心。那闭麦了啊！闭麦，闭麦啊！兄弟们，给我上票，给我上票！虽然说就是说他黑粉多，但他流量高，别说了。他弟弟睡觉了，对呀、啊，就不要发他弟弟了，发他吧，我又不是他弟弟的朋友，我是他的朋友。嗯。怎么了？谢谢 VV 送的热气球。遇见爱了，真的很爱。大家为我推歌真的都很用心啊。我今天晚上我也发一个我哭的视频，封号了，他封号了，真假的？你没事啊？他也没干嘛，我也没干嘛。